吃完早餐后，开始第二天的日本铁腿行程。第一站，我们来到大阪城公园，与名古屋城及熊本城齐名，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我们现在在大阪城公园护城河外面，沿着护城河往入口处方向前进。现在看到这长长的步道，就是往大阪城公园的入口。看到这一面墙都是一块一块石头堆叠上去的。你看这个，这是石头啊，每个石头都是从灌倒啊，然后量身制作的，一块一块排好以后，用长船啊，进到旁边那个定宽啊，然后再抬上来。每个石头都这么大，但是你不要想说石头是怎么做的，是绝对是条件，然后贴上去的。并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块石头呢，那就比较小一点，那 后面再用小石头一直堆到外面来，才是外面的城墙。看一下这个啊，在旁边呢、啊，那个护城河有这种船的、啊，因为通那个有这个黄金船啊，因为丰臣秀吉比较贫穷啊，所以这样上来的话，他对黄金的迫害会比一般贵族还那个，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用黄金做的啊，比如说这个船，等一下或许看得到哈、啊。那我们往前走哈、啊。看这个银杏很漂亮啊，那个他们行道树的银杏最可怜了、啊，都被裁成啊高高长长的啊，然后手断手断脚的、啊。其实银杏真正的长相是这样子，应该多吃。那有没有看到那个绿黄的银杏呢？就是被裁的裁短，如果叶子都掉的话，就是长的。像这边的护城就是干的啦，就是攻坚的时候就必须要过那个护城河，它上面有人去打水，这也是第二层是干的，但是那边第二层也是湿的吧，毕竟。高高在上啊，那身高的话可能大概140几、150公分，如果他看到军民通像那个样子。导游名言人不可貌相。这是他们那个井水啊，可以喝吗？可以哈。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这一块石头，你看它有多重啊？这一块石头是从外岛运过来的啊，放在这边当门面的啊，应该有108吨、啊。那是怎么运过来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这边是有那个。你们地方应该不喜欢喝吧？请不要喝这水。What the fuck？ 不能喝了。你要洗手，净手，洗左手。
统计日本全国的武将丰臣秀吉修建了大阪城，屋底上装饰有巨大的金色兽头王，金碧辉煌。大阪城公园总面积达 106.7 公顷。大阪城的另一个魅力就是雄伟的护城河，据说用于石墙的石块大约有40万块左右，是各地的石拳武将为向统治全国的丰臣家表示忠心进香运来巨石的。大量巨石堆砌的石环是大阪城固若金汤的象征。由于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不上它最高楼层的天守阁，就带大家在这边四周随便绕绕。第二站，我们来到岚山渡月桥。昔日山天皇因皓月横空启发而命名，如今是电影时代剧的热门景点。横跨大雁川的渡月桥有着浓郁之传说色彩，此地的秋色与冬景常是骚人墨客最好的题材，自古即有许多诗歌为之传颂。此桥长约200公尺，至今仍然保留着用钢骨复原的17世纪的原有风貌，你可与桥上欣赏岚山美景，写镜中尽是画意。接着走进嵯峨岩竹林步道，这里也是许多偶像剧拍摄的场景。经过竹林步道后，就到了野宫神社。野宫神社是位于日本京都市右京区嵯峨岩的神社，社格为村社。野宫神社由野宫发展而来，相传每当天皇换代，将由未婚的皇室女性中挑选代替天皇的斋宫到伊势神宫担任祭祀的工作。在出发到伊势神宫之前，斋宫斋戒沐浴三年的地方称为野宫。野宫神社内安奉着缔结良缘、等运求子、学业进步的神明，据说只要诚心祈求的话，就能庇佑实现所求的愿望。具有烦恼的人请务必向神明们许下心愿。天龙寺该寺规模十分宏大，
在京都五山中位居第一位，除了被日本列为特别名胜古迹外，也在1994年12月时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财的一部分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之中。由于逛到这边我们已经肚子饿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再走进去了。从一本桥一路走到京都代表性艺伎回忆录的地区。祇园是京都繁华区的代表地段，以观赏舞伎或艺伎武艺的花街闻名。祇园位于八坂蛇社前，四条通为主要街道，自鸭川开始到东大路通及八坂神社，沿路可见御茶屋、日本料理店及酒吧，也有著名歌舞伎剧场南座。走在两侧装设格子户的古老木造建筑巷道中，可体验到古都昔时的风雅情调。花见小路的地区受京都市指定为历史景观保全修景地区，这两个地区接受政府保护，成为京都文化观光的名胜。太政宫布岛于明治十三年1880年开始为成立公园而准备，到大正十一年1922年指定为国家名胜，正式名称为奈良县立都市公园奈良公园，范围由奈良市接地的东部若草山、玉盖山、出日山均包含在内的广大绿地，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两公里，总面积为5.25平方公里的自然公园，东大寺、新福寺、出日大社、滨寺神社等，悠然坐落在有1200年历史美丽且四季分明的濑园，1000余头的鹿群们，四处悠游于公园内的各个景点。把我咬掉了！哦，好会咬！鼻子就给他吃一块，那个一半一半。是吗？不是。干嘛？あげなよ見てるんだから。濡れたもん。我被撞了。干嘛干嘛干嘛？啊！跟着我。何やねん。
I'm here on the corner. They will follow you. Follow me? You already put a hole in the Okay, so make sure you remove the stuff first. One by one, don't give them all. Hide them. Okay, start.我刚才被撞了，一直被撞还被咬了。我一直在后面撞我，还咬我雨伞，我雨伞也被咬了。No， 他听毛了？没有了。你以为讲完英文再讲中文，他就听得懂吗？我们今天的日本店第二天铁腿行程就介绍到这里，想看后续第三天行程及第四天环球影城行程的，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法科速速带你景点走透透。